朋友们大家好，打折的时候买的，这个好像平常是220，这个也要100块钱，那打折的时候呢，这两个199，就是等于说买这个送这个。这个里边呢会带2节电池，这个工具呢我想买很久了，但是其他牌子我已经有了这个工具送的，那就拿下吧，其他的坏的可以做个替补。为什么想要这个呢？这个它是一拖四，就在很难下手的地方，空间很小，靠墙太近都可以使用，它就很方便的解决一些疑难杂症。那我们先打开看一下，现在买工具打折就买，不打折不买。这是这里边配备的一个包，一个充电器，两个电池，一个拐角，两个拐角，一个直的，一个直的，一个主机。这个也顺便打开看一下吧。这个是 two only， 没有电池，没有充电器。这个是12伏的，哎，我比较喜欢那个 DeWalt， 它这个的用法好像是每次更换这个刀片，这个锯片是要通过这个才可以，像这样。空间这个眼儿全部对上了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拧紧。不像 DeWalt 可以直接按一下直接拿出来，比较简单一点。那这个呢是要通过工具把它上紧，然后切换刀片呢是没有那么容易方便。这个是开关，这个呢12个档吧，这是比较老的老式的了，新的更贵。还带一个几张砂纸的，跟这个工具是那个里面的。看看这个吧，今天的主角 Monwagi， 带这个字的 Field 就是比较型号比较新的，如果这个上面没有这几个字就是比较老的款式。哎，这是锁上，大家看这个呢，在这个它的工具旁边都有写这四个字母的，就是新的款，如果没有写就是老的款。这个呢可以卸下来，也可以放在这边，就是意思是两边都可以。它给配的是 2.0AH， 是有两节电。现在这个是锁，我们要按一下，这是往这边转，再按一下往那边转。这个是控制方向的，要是一直按着这个灯呢一亮就是锁上了，我们点一下就开了。这个又分一个档和两个档，这是一档，这是一个充电器，专门给12伏的充电器。我们可以，最小的声音，最大的声音，好像噪音挺重。不管那个了，我们看一下这个。这个呢是可以锁一些钻头，圆的这种钻头，把它插上去，这样就锁上了。锁上这个就可以用了。如果你不需要，我觉得要是家里边通常要是有一个这个多功能的足够用了，它的马力也挺大的，拿下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就下来了。如果你想当普通的这种电起子，那就是这样直接的把这个装上去就可以了，锁扣的。这就是普通的电起子，直接插上去就可以操作使用了。它这个好在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头，你要是把这个装上，通常的时候比如说大家看这个位置，它就会在这样。要有时候我们这个是个墙，靠
靠得太近呢，中间呢会蹭到这个墙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个头呢就可以贴着这个墙，就有一点空间错开。或者安装那个吸力吊扇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因为锁那个吊扇的地方都是有两个小螺丝靠近天花板，那用这个呢就比较容易够着，用其他的短的就不容易。当然了，这个呢是任意调换方向的，哪里都可以。那我们再看看还有一个新，这个呢是直接拐的，我们插上去任意调换，调换完了之后这样就锁上了。锁上它还可以对接任何一个都可以使用，你可以调换任何一个方向来用，你怎么方便怎么用，就像拼装玩具一样。当然通常我们会遇到电钻这样放不下，需要拐弯，只有这个空间。我这个头太长了，有时候只需要放一个短的，那你就可以节约很少的空间。这个就不需要放在这儿了，因为没必要了。但是这个电钻的也是同样可以放在这儿，所以说多功能一拖四，就是这么多东西。今天开箱，谢谢大家观看，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这个开箱，就到这里。